我对这游戏心寒了、啊，觉得心寒。干。那我那颗就白吃了，刚那颗石头就白吃了。干，你以为我想做效果？我也想睡觉啊。好，这次要专心一点哦，这次要认真了，不跟他们。不跟他们玩了。OK， 我看一下技能哦，差不多了哈，开起来。木屋换含羞草，也是可以。这边开，先开那个沐天石，先开一次沐天石。好，这样子，这个伤害应该是非常够。稍微洗一下，好，稍微洗一下。CD 二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了。好，现在木天使 CD 二就可以把它打开。跟进精华、哦，算了啦。有，这是直播才看得到的东西啊！直接来，好，直接来，转得漂亮一点。下一关，开幕天使。木天使二招齁，这边的话尽量齁不要断平原，这边最好是不要断。这边水珠这不太够，不太够、哦。等一下再开，先不要开。等火珠多一点啊，这边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边应该开就好。
这边的话可能要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最好是每回合都要回回来。啊，等一下天虫云，天虫云应该是八。靠杯啊！啊，完蛋了！天降啊，救我，救我！有有有，救我，救到了，救到了！可以可以。光珠洗手，哦，光珠洗手，光珠洗手。可以，洗到天虫云再跳一次，我们就过了。啊，每一节不能断，每一节不能断，再五回合，再五回合。可以。艾希，我的棺材在弄啊，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先想办法，这一队先临时再说、啊。应该这两回合。哦，还要三回合，还要三回合的话。哦，像这个天降就很差，还好那刚刚是强化新珠。好像这个版面哦，这个回血珠子就很多哦，就不用怕。好，二哥过了啊，来来来。再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再撑一回合就过了。再撑一回合哈。好，这个叠珠。好好，这边这边可以把它带走了，可以把它带走了。应该是不用开，应该随便转吧。好，那王二的话就是技能剩下的全部都开一开就过了，其实不难的，哦，跟其他队伍比起来，我觉得算是还行。那这边的话，哦，顺序先开第一招，然后开回来，哦，然后切一下，切一下。我还以为二消咧，干！我刚刚在那边切二消，我以为我开了什么神光拳还是什么，还是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打到坑掉了啊！哇操！还好那个光暗真的有二消啊，救了我一命啊！